我眼瞅着这二百又没了，还哎呦老史，怎么还投降了？哎呦，知错了，都变成螃蟹了。我这是服了的动作。哦，饿了饿了吧？螃蟹买了。那酒呢？酒没买。为什么？钱没了。什么？又没有了？又不是，他又给小高了。老高，老师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嘛！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我哪外边来人？我媳妇儿，我对着螃蟹起誓，我你别说外边没有人，就是这个小区里头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很温柔地叫上我一声老师。老师，我对不起你，来，让我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。哎呀，你住手！你干什么呢？嫂子，你们家老师太可爱了。他可爱啊！你没有发现我很可悲吗？啊，哎，不，嫂子，你可别误会啊。那误会什么了？他把钱全部都给你了，我还误会了？哎呦，您就别捣乱了。不是我捣乱，是你捣乱了我们的家庭，还是我捣乱了你们两个的感情？我们这不是没感情吗？人家是男人，是有钱才变坏。你变坏的让我太意外了。老师，听我解释啊。哎，早上我媳妇儿从我那2000块钱里边拿了200块钱走，没告诉我这200块钱呀，你的。哎呦呵，又回来了。我的。还有，这是。买螃蟹的200，也是你的。现在是我的，还是我的？这螃蟹啊，我请你们吃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兄弟，我请你吃。我请您吃。我请您。我请你。哎呀，行了吧？倒来倒去，倒来倒去，400块钱又是我的了。哎呦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呀，这才是真爱。